子可教也。怎么样，我好看吗？好，好看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有点儿。有点什么？有点儿不道德。你不是道德经吗？那按理来说，我是你主人呀，那你怎么能对主人这个样子呢？这不道德吧？是有点不道德，但是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能拿你怎样啊？放下你的书，把我逼急了，我可什么都做出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。那你先去给我，你先去给我做个牛排，再给我拍一个黄瓜。咱们能不能好好谈谈？赶紧去，快！我不是让你做牛排跟拍黄瓜吗？这什么呀？那你家也得有啊。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？当然可以，但是书我一定要卖。为什么非得卖书啊？那可是我的存身之本。道德经我可以不卖，但其他两本书我一定要卖。那也不能卖。你要是敢卖了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我也不是非卖不可，我是有苦衷的。三年前，我跟阿彪那场比赛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你们做好心理准备，病人现在是植物人状态，苏醒的可能性不大。阿彪的病情加重了，脏器衰竭，即便卖了房子，恐怕也不够后续的医药费。这一切，我也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。这事儿简单啊，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为什么你非得卖书啊？怎么，你有办法？我可是书仙。哎，你们这儿赚钱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赚钱最快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了。真是狗胆包天，违法犯罪的事儿能做吗？你们这儿哪里的书最多啊？图书馆。走，带我去的。带你去行啊，那你总得换身装扮吧。走。